据我们了解，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，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，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，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。 据我们了解，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，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，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，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。